嘿，大家好，我是星。好，那这一场我们带的是鱼人终极杀阵，来告诉你边线鱼人到底是多么的强势啊！这边直接打凡恩推到旁边去啊。那看到凡恩准备进塔，我直接二技能护盾加上斩杀一技能收掉，沃玛呢及时给了我一个治愈啊，不然的话我可能这一波就要嗝屁了。那这边就只能赶快点回家啦，回家去，回到温暖的小窝去。好，那鱼人边线呢，我觉得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集怒气的速度很快啊，普攻打一打呢怒气就要满了，那边线基本上不容易推塔，但是也不易掉塔，那边线很强势啊，并且呢其实说真的你打一打参与会战，前期是这个辅助角，因为伤害不太够，但是其实到了四等之后，马上就变了一个人样啊，马上变成攻击角，对你真的是直接单杀对方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个鱼人，这可以在 highlight 的时候，虽然我对到的是凡恩呐、但是凡恩也是一种路霸，对吧？但是你看我对到凡恩的时候是游刃有余啊，就是游刃有一只人鱼这样了。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做一个探草。去看一下，来看一下这夸克。这在干嘛？我看一下一技能，看到他是不是还活着，就要开始动了。动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大招绞上去，把他壁动一下，成功收掉。这夸克刚刚在那边垮，我根本在地垮上来。我想说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好，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初装奥义啊。第一个呢火甲 BJ4 啊，身为鱼人这种，你不是单杀，不是那种速杀型的角色啊，你其实出这种火甲慢慢烧、慢慢熬会比较好。那再看到这凡恩一剑推一下，这个位置非常漂亮。你还有闪现吗？有的，他脚啦，他脚在我后面，我普攻就凹死你啊 ！Bang 的一技能成功收割，拜不。好，那再来呢？这个出完了火甲之后啊，你可以再带一下这个破阵战矛哦，破阵战矛把它丢出来。那之后呢，再来一个这个冰袍哦，增加一个留人的能力。那这边对方的奇尔还不赶快去守你的那座防御塔。好，那对方的卡利也赶到，那这个可以看到我前期啊稍微比较偏攻击装一点，那到了后期来讲呢，我会增加一点坦度啊。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啊，到了后期打到后期啊，就会变成有一种双辅助的感觉啊，搭配沃玛尔还有我呢，就变成一个双辅助双保阵容。那这边我的怒气准备好了，这个推大招直接壁咚两只啊，推得非常漂亮，斩杀带掉了夸克之后，再往前进。我身上是有这个后护盾的，直接扛塔，有没有看到？这就是鱼人很强势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我们虽然另一个这个辅助角是沃玛尔，搞的好像是两只辅助在打人，但是其实伤害也是非常非常的够啊。这是我精心研发出来的。这鱼人边线流真的是非常非常凶，也不是啊，反正就是看也是模仿啦，好不好？但是凡事都是从模仿开始嘛，是不？看到这奇尔，我直接跳到他旁边，有没有看到？我们跳到奇尔前面，那把他推回来之后，再直接 shut down 他。看到了这个对方的凶凶的瑞克，直接收掉我们的打野。那我这边直接跟他单 P 啊，我大招还没好哦。拉兹来，拉兹帮忙一下，救克一下。要修西那波金照金照，这一波此地不宜久留，我先离开了，赶快回家补好补满。很好，直接大招推起来，推爆这个卡利。二技能跳上去，一技能缓住这奇尔，兵线进去了，那我们就直接进来拆这座塔，因为这座塔的血量不多。看到了这奇尔大招搅起来，我再一个一技能，二技能不对，是二技能斩杀带掉，血量有点少，遇到凡恩直接死去。好，那这边看到了这瑞克，请问一下你开大招在这里干嘛？你开大招在这里干啥？你干啥吃的瑞克？大招直接搅在那边。你看我们的鱼人给予的队友的护盾是你的攻击力所以你的攻击出种边线鱼人他给的护盾会比辅助鱼人还要来的稍微的大一点不无小补，你给个十次就大的非常非常多了累积起来击杀成塔的一个 flow。 我们看到这护盾其实是比一般的鱼人还要再大一点的。那这夸克刚刚是想要开大是直接被我推开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可以跟着队友一起来吃这个魔龙，我直接扣一个集合大招吃魔龙豪迈登场。因为为什么要开大招吃呢？现在时间来到了9分55秒，我们速吃啊，因为魔龙克德马上就要进化了，克德进化深渊魔龙克德，那赶快你看给队友护盾吃魔龙多好吃啊。
多容易受。哇、哦，完了完了完了 ，Kalki，Kalki， 跟照跟照跟照。那这一波还想打吗？还想打是？我赶快给这个龙马，我是为了给他护盾才跳进来的。啊，结果我之后就嗝屁了，你看下路被打爆了。那这边哦，抓到了，抓到了，我直接一个斩杀开起来，一个普攻带掉了对方的卡里卡里。啊，这边再一个一技能搭配队友直接收割，下路这波轻松打了一个双杀哦，双杀非常漂亮。那队友呢去其他路搞事，我呢在下路分推。哦，你看雨人这个扭动的 PP 啊，这个扭动的 PP 是相当的可爱的。好、哦，赶快把兵线整理一下，推上去，推上去啊、哦！来来来来来来来，往中路这里靠过来，靠过来啊、哦！那这个凯撒呢，垂涎欲滴，但是有个奇尔在那边瞎扯淡，搞事的奇尔！哦，他大刀直接绞到我身上，哇、哦，你太痛了吧！我的血直接剩三分之一耶，你是蛮屌的这奇尔。那对方瑞克直接交起大招，我赶快逃命啦！逃命了哦，逃命了哦！这一波呢又要回家了。哦，看不懂，看不懂的是，的是你不知道的是，赶快回家。卡莉已经开始痛了，是不是要出仙灵吊坠啊？不要出德鲁伊啊！因为其实如果玩辅助的话，出德鲁伊比较好，因为可以增加跑速，并且还能回血，哦，减少自己回家的量次数。那这边的话呢，赶快给队友套一个盾，可以看到队友呢，其实伤害平均分摊下来。夸克直接开启大招，那对方反正嗝屁的情况下，看到一个瑞克，我大招也搅起来，想推一下瑞克，直接斩杀收掉。这一波 ace 非常非常的漂亮哦，我扛着塔直接收割，啊，收掉对方防御塔。那这一波再推进来，再推进来，破一个高地塔是很容易的。那重点是对方卡莉的守塔能力也不错，哎，没兵线，我们就直接先拉掉。那这边的话，看到对方的野怪，赶快吃一下。把自己的这个大招啊，赶快给搞出来！你看鱼人大刀其实 CD 非常快啊，哦，这重点是你吃野速如果够快的话，哦，鱼人大刀真是非常非常快。好，那这个兵线呢，其实稍微的吃一吃啊，差不多了，大招又好了。你看，吃三滩眼怪差不多，你的大招就好了。那这边队友呢在中路的位置，那我在上路选择带兵线，那上路剩一塔嘛，这一塔先推掉会比较好。那可以看到中路那边准备打起来，我赶快赶过来。虽然说拉兹被凡恩给搞死了，但我这边一个哦进场之后推开了对方两只夸克，但我现在非常非常屌傲啊！你抓不住我，但是我能搞你啊！有没有一扭一摆哦推掉夸克的这个勾？好，那这一波的话呢，对方杀起来了，我赶快给队友套个盾。完了，我这大刀脚歪了，脚歪了，难得的失误，难得的失误，没关系。好，我们这边直接猫死这凡恩。二技能跳过来斩杀哦，这个卡莉完了完了完了，我这血量好少好少，我一个人牵制三个人啊！哇，就后面瑞克呢是直接把我们队友杀爆，这边瑞克再一次的闯入乱入我的生活，直接被凡恩给搞死。我这边拿了黑暗之刺，哦，想搞我是？我还不想开大嘞，我，哦，这边被对方的夸克吸了一下啊，说不开大，但其实也没大可以开啊。那我不想要把黑暗之刺浪费掉，赶快先逃走。最后出一个狂暴之手喽，大招搅起来啊！卡莉，你去哪里？那记得哦，鱼人呢走在他的这个河道的时候啊，速度是会加快的。那这边对方卡莉直接逃跑。这个奇尔，请问一下，你进来干啥的？你进来是干啥的？奇尔直接收割。那这边不怕不怕，技能杀死，加点波带技。我身上是有黑暗之刺的啊，所以呢，对方的卡莉想要这样就把我收掉，哦，太小看我这个鱼人种了吧？好，那这边的话呢，跟着拉兹呢来到下路这里行晃，我们先想办法的把这波兵线给断掉，因为我们下路塔被打爆啊，被拆进去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赶快先想从下路打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是让两边的兵线抗衡一下。那对方的人也陆陆续续复活了，那我们的射手直接赶到现场，我一个一技能收掉对方凡恩啊，还不走，再不走，哦，我们就只能这么做了。那队友们在下路搞事，我呢，我，哦，看到中路有一波兵线进来，见机行事，哦，夸克大招交起来，这个闪蜥蜴不错的，但不足以骗掉我的大招。那这边看一下下路的兵线，准备进去，中路兵线已经进去了，我是想说扣一个撤退啊，因为对方的人也准备复活了，而且只有一波兵线，其实只有一波兵线的话，很容易被卡莉收掉。哦，我们如果不打出多路兵线进去的话，对方已经都到后期了。卡莉一下把兵线收掉之后，我们也不好进攻哦，那很容易承受很多次防御塔的伤害。
好，那这边就跟着队友一起浓吧。好，那最后一件装复活战甲，把鞋子卖掉，带出了这个复活战甲。来，那这边队友呢，感觉对凯撒蠢蠢欲动，我们假装把中路兵线推过去，让他以为中路有人。那拉兹在上路，哇哇哇，拉兹会不会嗝屁呢？这边看到了卡利啊，这个夸克一个神钩，什么都没抓到。好，那我们这边回头是岸啊，浪子回头金不换。这边我们再等一波兵线了，他们已经没有卡利这个守塔神器了，所以这一波的话呢，对方绝对不好守。那大招直接不客气的啊，缴了出去。看到夸克开西，我直接看到夸克给他跳进去，鱼人搬到哪？搬到他妈里戈比，一个斩杀啊！夸克莫西，我哭了个背起来。好，这边你们看，我大鱼人的时候死掉啊，我大鱼人的时候站起，厉害吧？不是凡人办得到的事情。好了，那这一场呢也是相当的愉悦啊。再一次的展现出鱼人的威猛。反正我有一次打排位的时候啊，我用鱼人走边线啊，就队友呢，我都带好这个奥义了，奥义我都带好，就是然后我也带斩杀，就队友突然的就给我再换了一只凯撒路，叫我去走辅助，那一场有点惨，因为就不是要走辅助心理啊，装备啊啊装备可以调，但是奥义跟带的那个斩杀就不太适合。好的，那今天这部影片到此结束了，See you guys, 拜拜。